旅游业是全球行业类中举足轻重的领域，旅游业的成长可以直接与间接拉动一个国家多个行业与领域的发展，包括零售、房产、交通、物流、酒店、餐饮、服务业等等。根据中总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旅游业目前是马来西亚第五大经济领域，在2018年为国家带来841亿马币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相较之下，马来西亚在旅游领域方面的发展潜能非常巨大。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光在2019年上半年就取得了将近10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按年增长了高达6.8%。而这30年期间，马来西亚旅游业的收入也非常稳定，历史最高年收入甚至高达220亿美元，上升趋势令人鼓舞。由于旅游业所影响的受众人群广泛，所以在旅游业中加入具有颠覆性的科技试验，将能获得更多的数据观察。从之前的互联网加到近期火热的区块链加，旅游业确实非常适合从区块链中受益，因此旅游企业对区块链的关注可说是非常高。有鉴于此， axxo Group 的成立可说是在风口上的初创企业，并透过成立 axxo Travel Club， 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创新旅游业生态圈模式的企业，颠覆传统模式。 axxo Travel Club 把区块链技术与理念融入旅游业，打造全新突破的旅游区块链商业模式。旅游通证 Proof of Travel， 参与者可在平台上点对点的共享，透过完成任务获取旅游通证，让整个旅游生态体系变得更透明，更具备自我驱动力。 axxo Travel Club 即将起始于马来西亚，俯瞰国际市场，而沙巴仙本那将是首个旗舰项目，目标是为全球旅游业注入新区块链旅游体系，重塑全球旅游行业格局。仙本那位于马来西亚沙巴东海岸，四周被蔚蓝清澈的海水环绕，是个世界著名的热门潜水圣地，单单是国外游客每天高达2000名。近几年，仙本那一直得到众多的关注，并且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更吸引了来自多国的企业投资在仙本那旅游业的未来发展。 axxo Travel Club 即将开发的 Expedition 旅游 APP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旅游出游平台，透过区块链创建一个更加有效、透明、可信，让各类行业参与者可以共享点对点、去中心化的旅游平台。透过旅游通证，一个具有自我驱动力的旅游生态体系，在这个旅游生态中将嫁接更适合在体系中运转的旅游消费货币电子钱包 axxo Pay。 axxo Pay 运用共识机制的公链作为技术基础，提升支付系统的速度，打造总发行量为7.26亿枚的 axxo Token 的专属通证，重构整个旅游生态社区的信任和激励机制，支持扫码支付，每秒可处理高达10000个交易，允许离线交易，秒级流传的交易结算，实行真正的秒结通证支付。会员可以利用 axxo Token 购买旅游配套产品、支付等，随时随地都能使用。 axxo Travel Club 极力于为旅游业立下新的标杆，让区块链技术为旅游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axxo Travel Club 大势来袭，强势打造全新现象级旅游生态企业，让我们与您一起以科技颠覆与造就旅游业的未来吧。 axxo Travel Club 心灵探险，星途璀璨。